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嘿嘿，水果。老板夸什么？他没上贵，我就会干嘛？大堂哥，我们上次搞两首，你唱歌，天天晚上在唱。是我眼睛，我看不到啊！跑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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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想要公主抱，亲亲抱抱举高高，我要举高高。公主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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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公主抱。我好怕摔跤。谢谢啊。等一下回房间。生日快乐啊。我们来就生日快乐好不好？不是，那等一下还可以闹洞房啊，他说等一下回房间。必须的，必须闹洞房的。我妈还想闹洞房。生日快乐啊，今天呢是我们永国的生日啊，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，这个来到花田上照得起谁的夜景，然后他我想走了。4:10，你睡了一觉是吧？好了，我们到象州了。